improve defensively. And you make a good point. But they will not win the East if their defense does not improve. You can scratch every... Now Derrick Rose penetration, that they have all eyes on him and they're losing sight of the backside guys, which Joakim was on the previous possession, and then JV right there. There's that Klay Thompson. I saw the splash, but they know it's a long way to go. Running the weave. He gets down a three.杨将的挡拆还是有点无解啊，辛特利跟塞瑟不成功连线，对，因为如果你去做这种换人，就会有 mismatch 的机会，那你不换，反而这一场的辛特利他的攻击火力是相当凶猛啊，mismatch，哇，这一球守得有精。 漂亮的变线，用抛投绕过了两位，有带到年后哦。哎，没办哦。他在年前的最后一场比赛，个人三分球是六投三中，今天一开赛就开张了。其实他这样子外线本来是没有的，你看透过警长，哇，又朝到球，突然又朝到球，防守带动了快攻机会，比较大的问题哦。 阿敏在开赛包办的球队的八分当中六分，又是一个进攻犯规。哦，现在得分已经来到92-67了，第三节比赛剩下一分半。国王在最近李凯燕退场之后也有熄火的状态，但简浩钱可尼在上半季也真的是大爆发哦，曾经对勇士在开幕赛。 单场攻下30分，已经从一个防守大锁的球员进化成全能的前锋了。大臂增到了35%左右啊，所以有这种完全的 wide open， 他命中率应该蛮高的。在上个球季是 30% 左右。 永胜 crossover 再给到 Julian Boyd， 想要还以颜色。黄队还有第四节的杀招，这个戴维斯能够用上来哦。但是就看这个火力能不能够接续下去。可以看到梦想家的进攻，吴永胜在高外的截停跳投，世界杯资格赛第三阶段在冲绳开打，所以联盟特意把那一周2月底的比赛给延期。 永胜走底线，时间快到的情况下，让姐夫来做一个单打。